到底是什么迷人的白色美味，让大家顶着大风大雨都要来吃呢？太嘎后爱黑梅森，今天要分享的是幸福台南人的早餐——麻粿。婆婆穿着护腰，从容地煎着香喷喷的荷包蛋，和使用再来米制作充满米香、白嫩白嫩的麻粿，用那充满岁月痕迹的双手煎到表面焦脆，就可以起锅喽。当然，吃麻粿一定要有荷包蛋和那灵魂的鱼肉羹，他们是使用青鱼，让汤头多了一层鲜味。麻粿好吃就在于口感外脆内软，带着鱼羹入口，最幸福的滋味都在嘴里。在吃之前，梅森一定要加入蒜泥和特制酱油，这样味道才是最顶级的享受哦。话说，你们还没吃过麻粿吗？快来享受这台南专属的纯白美味吧！拜拜。